我自为重，伤人伤己。上。对年轻人不要寄予太大希望，寄予太多希望就带来更多的失望，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以自私为本，只管自己的感受，不管别人的感受。你再痛苦与他没关系，他自己感受到很幸福就可以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人心越来越坏，相互之间冲突越来越多。年轻人相互之间不能容忍，容忍度已经达到冰点，连自己的兄弟姐妹都不能容忍，何况外面的同事朋友。现代人只要你得罪他一次，他可以记你一辈子，无休止的报复。这就是为什么人的恨心越来越重。总的来讲，就是慈悲心不够。因为我自为重，我的利益不容受到一点伤害。现在的年轻人，因为以我自为重，自我为中心，只要伤到他们一点点利益，马上报复仇恨，记在心中，永远不能忘记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社会上很多人，你对他有一点不好，他可以一直报复你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冤冤相报何时了，因为你侵犯了我的利益，我就可以一直不停地对你进行报复。这就是我相太重。现在人的气量越来越狭窄，相互间不能容忍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社会离婚率越来越高，因为根本不能容忍对方的一点点错误。你不能容忍对方的错误，就是在伤害自己，而且最后还伤害对方。所以一定要放下。你跟他好100次，只要有一次对他不好，前面的99次对他的好全部作废。我自当头心有恨，仇恨发芽难容忍，伤人伤己不偿失，无智无德反害己。